艾希终于来到了这里，是时候结束了。前面就是犹大，那邪恶的魔鬼，灭世的恶魔。艾希准备好了，要完成他最终的使命。艾希终于要开始他最后的战斗了。
犹大终于死了，他的目标达成了，城市的曙光逐渐升起。对于迷城来说，他终于获得了自由，而我们的艾希呢？他会等待他的下一个启示。没错，就像他这次的旅途一样，他一定会再一次出现在你的眼前。是的，艾希的使命